浙江省初三、高三年级将于4月13日复学返校，各个学校积极准备，严阵以待。近日，记者来到杭州第十一中学，该校复学将启用黑科技替代传统手工登记测温，学生只需刷脸就可以秒过，学生信息和体温将会立刻录入系统，平均用时缩至2到3秒。杭州第十一中学副校长张冠超告诉记者，该系统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平台，平常是秒刷，现在戴口罩会增加一些耗时，但是也大大提高了晨检的效率。测温加人的身份认证加录入三者为一体，而且后台还可以对学生的身体状况呢进行统计，生成一个报表，它是应该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平台。按照正常的速度，应该是秒刷吧，每秒钟大概就能通过。那么稍微，因为是要戴口罩，那么戴口罩识别的时候不是很快，那么大概是口罩往稍微拉一拉呢，也能在2秒钟左右吧。记者在校园内环顾，学校为复学准备了许多，例如一些温馨的提醒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科普知识、日常的消杀和洗手液的准备等。杭州第十一中学校长倪子元介绍，该校为复学已经制定了许多科学的措施和安排，除了引入科技手段外，教室的布置、学生就餐等已经提前做了相应的准备。第一个重点就是要确保每天入校的每个人是绿色的、健康的。这是疫情防控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，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这个多通风，对吧？少串、少聚集等等啊，这些重难点呢，还得尽量减少聚集。我们为了这个采取很多措施，比如措施上下学，包括我们的就餐，这个订餐、定时、错时，对吧？等等一些措施啊，包括我们的走班课。也有这个现在这个小的教室改造大的教室，对吧？包括教室里的四大组改为这个8小组，尽量做到前后左右、一名左右的间距等等啊。倪子元表示，十一中一直就特别重视智慧教育，他们也着眼于长远的师生健康管理及以人为本的智慧校园建设，希望能够实现一套系统多种用途。